OK，今天呢，主要是给大家分享这个印加果啦。我们看一个视频简单介绍会比较你们比较容易明白的。OK。南美洲安第斯山区，亚马逊河蜿蜒流淌。在秘鲁、厄瓜多尔等地的茂密雨林中，生长着一种神秘的果实，它有星星般的形状，在当地原住居民中已有3000年的应用历史。印加人率先发现这一神秘的植物，并将它奉为至宝，专供王室食用，于是它便有了印加果的名字，印加语名称 Sacha Inchi。 时间回到了现代，据研究发现，沙茶因池的种仁及油脂中富含多种营养成分，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%以上，糖果油脂中亚麻酸与亚油酸的比例接近1:1，最适合人体吸收。迄今为止，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天然植物营养含量能超过沙茶因池，它堪称世界植物营养果王。OK，好的。OK，这个就是它简单介绍咯。OK，然后这一个呢，就是印加果树，印加果树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果园咯，就讲我们自己本身在马六甲，我们有超过那个30亩的地在种这个印加果咯。OK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印加果是这样子的。OK，它的形状是这样子的，星星的形状的。OK，然后它里面它的种子，我们就拿它的种子来提炼咯，种子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它里面是白色的，提炼是要拿出那个白色里面的来提炼哦。